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学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面，我们讲到这个正中分的第二个大科乙二正见篇第二。那么佛教的因缘观啊，所谓诸法因缘生，那么这个观念呢，如果是套用在修行上呢，它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修行啊，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我们佛弟子去造了一个善业，那么外道也同时跟我们同造了一个同样的善业，但那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慈善家或者是外道其他的宗教，他造了一个善业，这个善业的力量会引导他到天上享受安乐的果报，但这个果报享受完以后呢，就完全就消失掉了，就是这个善业对他来说只是生命当中增加了一个美好的梦境，如此而已。但是佛弟子造了一个善业，这个善业也会把这个佛弟子把他带到天上去享受快乐，但是这个力量没有消失掉，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继续会亲近三宝，这个善业的力量会引导他继续的修学佛法，继续的趋向于无上菩提。因为这两个人坐在一个不同的车乘，我们可以这样讲，你如果没有学佛，你很难造作一个业力啊，把你带到三界以外，你不可能乘到一个超越三界以外的车乘，不可能，你不管做什么业都不可能了生死，不可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过程很重要。佛弟子在造善业的时候，他在造善业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理观智慧的引导，他有观照的智慧啊，就像这个车子，他有马车，他有马在引导这个车子。那么理观的智慧引导，就造成我们在种下这个业因的种子的时候，这个刚开始种下的业因就不一样了，自然长出不同的水果。那么理观的智慧在整个我们佛法概要来说呢，主要有三种的功德力，就是引导力、安住力、调伏力，三种功德力，这三个功德力都跟智慧有关系。那么我们前面第一堂课讲到的发菩提心，就是说你在修学善业之前，你必须把善业的前面安的一个很重要的马车，就是我们未来的愿景，一种往生净土的愿景，一个成佛的愿景。你呢才能够让这个善业未来对我们会产生一种往生净土延成佛道的一个引导。这个发菩提心的引导啊，沈岸大师讲到两个重点非常重要，我们上个堂课已经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他讲到心生则事实，第二个他讲愿广则行生。我们一般人很难发起一种生死的心，很难。我们一般在修学善法都是希望的，希望的心，虽然是善念，但是希望。什么叫希望呢？什么是真实呢？楞严经的定义就是说，你这个心发出来，只要你要靠因缘的力量来支持你，你要靠外境的环境来支持你，你的心全部是希望的，不真实。比方说我要有钱我才可以布施，这种心希望，你是带条件啊。我要有时间我才可以来听经，希望啊。
我要没有人干扰我，我才可以提起佛号来念佛，这个念佛的心希望。为什么你假借外境产生的造业力是希望呢？因为楞严经说啊，你的心刚开始成立的过程，你跟外境借来的，你要假借很多的因缘，你这个心才能够发动出来。所以你这个心啊，是不得做主，就是说你这个心啊，要假借外境的因缘来支持你。就好像说你今天有1000块，但是你这1000块呢，你跟魔甲借300块，你跟魔乙借300块，跟魔丙借400块，结果你1块钱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造了那么多的善业，我们现在还在流转，因为我们没有发过一个真实的心。我们过去生所有的修行都带条件，所以外境把你要回去的时候， 你借来的东西你总得还噻。诸位，我们要注意，你带条件，这个条件这个因缘就是外境，这个外境是由业力变现的，你只要跟外境借来的产生的力量，你就受业力的束缚，因为这个外境是由业力主导的。所以很多人念佛的时候，他平常念得很好，到临命终的时候，生死关头现前的时候，他这个佛号冲不上去，因为你因地在念佛的时候，你的佛号，你的心，念佛的心就带有条件。外在的环境不是你说的算了，你带了太多的条件，临终的时候条件不会记住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临终的时候佛号提不起来，因为你平常念佛的时候带太多条件了，你跟人家借太多东西了，人家临终不见得会借你啊。关键在这，所以心真则事实。我们今天发的菩提心，我们是不管外境怎么样，我一定要往生净土，我一定要圆成佛道，它是超越一切的因缘的。这种心力才会在临终的时候帮助你超越生死。我希望我们今天是培养一个不带条件的内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临命中会发生什么事。你不能假设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在念佛，你临终的时候身体不可能健康呗，你在加护病房插满的管子呢，他一定很多痛苦的感受刺激你啊。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你既然如果我们有志于培养临终的正念，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念佛的心就不能带条件。不能带条件怎么办呢？大智慧的佛陀说，你要有一个愿望来引导你，你不能由外境来引导你。佛在世的时候，目犍连尊者有一天到了忉利殿去，他看到一个天人很庄严，他就很非常的赞叹这个天人，他说，说说仁者啊，你是过去修什么善业啊，他得此光明，这个光明庄严的果报呢？这个天人就很谦卑的跟尊者顶礼啊，他说啊，我以前啊，我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婢女，做仆人的。那么我一生当中呢，就做了一件善事而已，就是我不发脾气。因为我的主人的脾气很不好，我稍微做不好，他就打我骂我。那么我发一个愿呢，我绝对不发脾气，以止善业，升到忉利殿去了。那么目犍连尊者没多久又遇到一个天人，也是很庄严。他问说，那你仁者，你是修何果报而得此 天上的这种庄严呢？那天人说啊，我过去生是做一个生意做买卖的，但是我发一个愿，我绝对不说妄语，我不讲话则已，我一讲话就讲真实语，而且这个是任何情况绝不例外，我就做了这件善事就升天了。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就起疑惑了，佛陀说要修十善业啊，要修广修十善业才能升天啊，这两个人就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而升天，
就问伟大的佛陀，佛陀说啊，他们两个虽然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心中啊发了一个很真诚的愿力，心真则事实啊。我们强调很多观念啊，你满山的石头是抵不上一颗钻石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本质是石头，你是虚妄的。诸位你要知道，你念一千万声的虚妄的佛号，它不能够把它转换成一句真实的佛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是虚妄，不会因为你数量增加而改变的，不会。那么我们平常的念佛都是活在妄想，都是受到外境的干扰，我们一定要很多因缘的具足才念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没有力量。所以伟大的佛陀出世告诉我们，你不要管你今生所遭遇的环境，那都是生命的因缘，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天塌不下来的啊！你设定一个目标，用这个目标来引导你，你不要管你的环境怎么变化啊。那么所以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超越时空嘛，你才能够在很多因缘的刺激你之下，你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道路啊，不管这个道路冲向净土或者往道佛啊，通向于佛道啊。所以你发了菩提心，你才有可能创造一个真实的内心，一个不带条件的内心，否则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发出真实的心，所以你造的业力量都薄弱，都非常薄弱。这个是我们发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心真则事实，这个业的自力。第二个，愿广则行深，这个地方我一再的警告所有净土宗的修学者，你念佛的时候，除了你往生的愿力以外啊，你最好把众生的相状放进去。有些人成就功德以后，很多众生来跟他分享，你看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你看看华严经佛陀赞叹佛陀的功德啊，他是能够他受用的，佛陀的功德能够入一切法界众生的内心世界，阿罗汉做不到，阿罗汉的涅槃他没办法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在因地的时候，阿罗汉二乘的圣者修空观的时候，他所有的步骤都记住，他什么都没有缺少，为什么果地的时候他只能够自受用不能他受用呢？因为他没有把众生放进去，你最后结果出现的时候，你后悔来不及的。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居民啊非常刚强难调伏啊，很多比丘去啊讲经说法都被他们赶出来，大智慧的佛陀就叫目犍连尊者说，目犍连尊者你去。目犍连尊者一去，他都没有显神通啊，他就到了一个村庄的时候，所有人都出来欢迎他，看到他起大欢喜。那么目犍连尊者为他们说法，他们就受上归五戒。那佛弟子就很奇怪了，说目犍连尊者去的时候什么都没做，这么众生起大欢喜呢？佛陀说啊，目犍连尊者啊，过去生啊，他曾经做一个农夫。他的农夫到山上砍柴的时候呢，他惊动了一个蜂窝，那个蜜蜂啊非常生气啊，就飞出来。目犍连尊者那个时候啊，在做农夫的时候，他起一个善念，他说：“你们不要伤害我，我来生有成就，一定报答你们。”哎，这个众生也可以跟我们感应了、啊，他果然没有伤害目犍连尊者。那么也就是目犍连尊者发了一个善愿啊，他跟这些蜜蜂啊结了一个善缘。结果这一封蜜蜂呢，经过多生多劫的转世、啊、哎，他就变成这个村庄的农民啊。结果看到目犍连尊者就非常欢喜，因为过去因地种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哈，当我们建立一个很坚定的佛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你就发愿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你就完全扣着你的身心世界来念佛，你到净土的时候，你会发觉
你跟众生很难互动，而到了后段段你就很难走了。因为菩提道刚开始了生死的时候是自己的事情，到了后半段的时候，你完全要利用众生来立誓练心了。你看《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啊，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你要有树根，有众生的树根，你才有菩萨的花果。你跟菩萨的后段的波罗蜜，六波罗蜜完全在众生身修学啊，所有的功德庄严啊。我们刚开始追求叫自信清净啊，但是你难道不需要为以后先做布局吗？啊，所以要注意，你要注意，你每一句佛号，你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当你把这个佛号栽培到你的内心的阿赖耶识的时候，请注意你的过程。第一个，它是不是真实？第二个，它是不是广大？你是不是把众生的因素放进去？这就是为什么忏公书把那个花艳文，把艳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我悟无生，这个都是自利。那么我们以前的古人说是不退菩萨为伴侣，就整天跟不退菩萨为伴侣，忏公书把它改成回入娑婆度有情，高明啊。你发的不同的愿，你未来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回入娑婆度有情，就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你把众生的因素放进去了，恭喜你，你到了净土的时候，你后段的菩提道会走得非常的顺利。因为你有很多众生跟你结缘，你在修波罗蜜的时候你进步很快啊。诸位要知道，在了生死的这块，众生对我们是障碍的，这是事实，因为那个冤亲债主嘛。但是后半段刚好相反，后半段众生对我们是加分的，帮助的。但是你不能等到未来结果发现错了再来改，千万不要这样做。你看《法华经》啊，你要什么事情做，你就一次到位。你不要一开始做错了，改来改去啊，那个阿罗汉啊就是这样子，一开始也不好好的跟佛陀学这个菩提心，然后到最后痛哭流涕，然后在改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留下很多的习气。弄得自己很痛苦，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学佛，你最好是一次到位。你刚开始就走对，你不要后来改来改去，你很麻烦。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迟早要成佛嘛，不管你愿不愿意嘛，这条路迟早要走嘛。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二乘永久的停留下去的啊。所以发菩提心就是说，你既然迟早要做，你既然迟早要面对，你刚开始就把它做好，就把它做对，这个路就把它铺直，不要去走的弯弯曲曲的再绕回来，叫直趋大乘，我们叫做一佛乘。佛教的因缘果报最重要就是因地，你因地对种对了，后面的路就顺畅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大家告诉大家，你要有一个圆满的规划。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你不能等到做到再规划，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引导力。你的每一句佛号都必须有两个引导，第一个往生净土的引导，第二个圆成佛道的引导。这个是这样子，你每一句佛号对你是最大的效果，最大的用处。你同样的一句佛号，你摘下的因地是圆满的，啊，这个是我们前面堂课就是学佛的时候呢，先把自己的因地，啊，你未来的路线先铺好，啊，那么当我们有目标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趋向目标呢？这是讲第二件事情了，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引导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一个调伏跟安住，慢慢慢慢的破除内外的障碍，让我们趋向我们的目标，啊，这个地方有三颗，先看第一颗，总标研习教理的重要。我们先讲讲为什么设定目标以后
不马上修行呢，要先研究教理呢，先把这个教理的重要性说出来。第二个，那么别是教理的差别内容，那么大乘的教理有哪些要注意的？佛陀讲那么多经典，那么到底有些重要的观念，我们先把它挑出来说明。第三个，会通诸说明实相正印。那么在这大乘里面有这么多的教理，有没有一个教理是能够一以贯之的？无道一以贯之，能够一个找到一个根本的核心思想，把佛陀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把它贯穿起来，有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到第三个时候来谈谈，就是我们学的这么多教理，到底有没有一个核心思想能够贯穿起来？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就为什么研究教理？总标研习教理的重要。我们先把这个偶一大师的这段开示念一遍，请合掌。讨究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施所谓法也，况弟子乎？虽胜意法性，贵在亲正，倘非黄卷赤牍作标月纸，是真实修行出要，何由得证胜意？事关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生反罪，故不留心教典，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邪尊八十出家，昼观三藏，夜习禅师，乃有记。有谬云：年少力强，宜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岂年少不念佛，年老不可习教？将为如来教法，仅同举子业，佛名利于半生者乎？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大事所以舍全身求半计也。今佛法留步，赖迦摄阿难二祖，其底彻底悲心。人皆视作等闲，殊不知横沙世界，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先看29面。那么这段的论文呢，有三大段。先看第一段的总标：讨究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施所谓法也，况弟子乎？那么我们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我们发的菩提心，我们有一个愿望，来引导我们所有的佛号啦、咒语啦，乃至所有的善业。那么有这个引导力以后呢，接下来做什么事呢？讨究佛法，要探讨研究佛法的道理，这件事情是第一要务。这个讨是比较粗浅的研究，叫做闻会听闻佛法一种理解。这个就呢，就是你研究道理以后呢，你就像牛吃草一样，回到家里面呢，不断的去思维消化，把这个草的营养转成你内心的身心的能量就是说本来它是一个文字，但是文字经过你消化以后呢，它心中会转成一个道理，会转成一种光明那么这个让心中升起光明这件事情是第一要务了。为什么呢？他举出涅槃经的开示说，因为诸佛所施所谓法也，况弟子乎？说我们的共同老师就是佛陀。那么佛陀是怎么做呢？诸佛所施所谓法也，这个施当动词，如果当名词的时候就是老师，当动词呢就是遵循，就是三世尊佛尚且要遵循这个宇宙间的道法，何况我们做弟子的呢？那么佛陀遵循道法这个两说了。第一个，从因地上来说呢，佛陀是凡夫的时候呢，他就是依止道法的修学来慢慢的转凡成圣的，这个我们叫做依法为师，因地是这样的那么在果地上呢，佛陀是依法施人，佛陀成道以后呢当然佛陀也显神通了。我们看佛陀的经典很多大地六种震动身心放诸广大光明，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那个是前方便而已了，那是启发大家的信心佛陀出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转法轮，宣扬他所觉悟的道理，以法施人。
所以我们纵观佛陀的因地的修学乃至于他果地的妙用，其实佛陀内心世界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觉悟的真理。佛陀以这个真理而成就的光德庄严，佛陀也用这个真理那么赐给我们弟子，我们照这个道理来做啊。那么第一段藕益大师就引用佛陀做例子说啊，说这件事情是没有例外的，因为你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胜利法性贵在清正。当然这个胜利就是这种真如的法性啊，多说无益啊，贵在清正。真如的实相是如人饮水，人暖自知的，理论上是不能用言说来表达，因为你言说像这个语言文字是有限量的，你只能够诠释它的一部分嘛，啊。那么所以真正的真如佛性，圣人入真如佛性的时候是离一切的言说相的，那念心跟道接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讲话的。但是身为一个初学者，假设我们刚开始在学习道法的时候，佛陀没有释设很多的黄卷赤牍啊，这个古代的经典啊都没有白纸的，都是 黄卷啊，赤牍就是竹片。那么假设佛陀没有说法，对我们一个充满妄想的众生，那我们没有人引导我们呢，来做一个标叶纸，来指示一种修行的法要，那谁能够知道我们打妄了想的心中有一个真如佛性呢？谁知道呢？啊，这个是这样子啊。伟大的佛陀他成就了佛道，他为什么成就佛道呢？他不是因为修苦空的关系，也不是因为禅定的关系，因为他内心的道被他发现了，他在心中的巴达把心中的道的开关打开了，道就在妄想当中。那么打开以后呢，他的无量的功德就显现出来，他成就佛道了。但是佛陀他因地的时候呢，他心中在发愿，他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他成就以后，他立马想到的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颠倒妄想当中。但这个道法又不能够言说，又不能够，他也不能够把这个道法示给你。那么佛陀当然在因地的时候，他到处游化，跟他有缘的人，佛陀就应机说法，度了很多很多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幸运跟佛陀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比方我们跟佛陀差了2500多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沉沦，我们今得人生佛灭度，所以佛陀考虑到未来末法众生呢，佛陀怎么办呢？他把道法把它变现成文字像，然后留下来了。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文字了，就转成音声像，佛陀转了很多的音声。那么这个音声有道法哦，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句话有道法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句话有道法。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这句话有道法。那么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这样走了以后啊，这个世界上失去的光明啊，所以佛陀把这个道法放在文字里面，然后代代流传，看谁有缘遇到他。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必须有历代的祖师啦，善知识的开眼啦，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法师，这个道理全部不是我们觉悟的。身为一个法师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佛陀的道法把它还原，还他的本来面目。佛陀做了一件事情，佛陀把道法转成文字像，那我们呢再把文字像把它还原成他原来的道法，叫做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没有能力去发明道理，但是我们做一个转换器，好，我们把佛陀的文字像转成当初佛陀要表达的那个道，就是把历史还原了、佛陀当初到底想说什么。好，那么也就是说呢，身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像的引导慢慢慢慢的去找到一个章法规矩来修学，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佛陀时代呗。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标叶子，标叶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希望找到月亮，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月亮在哪里了。那么有看过月亮的人就说，月亮在那边。诸位，指头不是月亮，对不对？指头不是月亮，但是指头可以帮助你引导月亮。虽然这个文字不是道，我也承认，但是你把文字下化了以后，它会引导你去向道，它本身不是道，但是你离开它还不行。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研究教理，因为佛陀的道在教理里面呢，难道你还有其他选择吗？好，那么这是第一段，我们看第二段。那么前面是讲出一个理论，这以下呢引证，引外道的修学心中没有章法没有道法的后果，引用佛弟子他依止道法成就的功德，先看外道。那么佛陀出世之前的印度有96种外道呢，他们也都发心很圆满啊，出家求诸生死，也就是说他们也知道生死的痛苦，他们的生命当中也立定了一个要了生死的愿力，这个引导力都有了，但是呢不知正法求生反罪。外道当然不可能接触佛陀的经论啊。那么外道的修学在印度的时候啊，主要两派啊，96种外道主要两，一个是叫做苦恨外道，一个叫做冥想外道。我们解释一下，苦恨外道是认为说啊，我们造的业啊是固定的，不能改变的，这个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佛法讲这句话呢，是从因缘的角度来安立的，就是你因缘变化，业力可以改变，但是外道认为业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怎么办呢？你想办法让你自己痛苦啊，你痛苦越厉害，你业消得越快，因为这个业是固定的啊。当然这个观点错误了啊，这个业是有自信的。第二个，冥想外道，冥想外道呢，他们看得更深刻了，他们知道一个人会起烦恼造罪业啊，来自于妄想啊，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但是佛法的方法是从道法当中去转变妄想，但是外道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传承啊，他用禅定把妄想给灭了，叫入了无想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妄想暂时不活动啊，如石压草，如冰夹雨啊。但是为什么说求生反罪呢？为什么堕落呢？因为他来生到天上以后呢，他第三生来到人世间啊，他的烦恼会比一般人出众，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是压抑的。诸位，你如果没有依止佛陀的智慧来引导你的烦恼，你老是用咒语跟佛号压它，压久的时候，到来生反弹的时候，你的烦恼比别人重，反弹呗。佛法是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把它观空，用善巧方便把它做一个转化，但是外道呢，完全用一种强大的力量把它压下去，烦恼不能压了，因为它反弹呗，啊，所以求生反罪就是说，当你的禅定失掉的时候，当你的福报享尽的时候，你的烦恼会比一般人重，你就很可能造恶业堕落三恶道去了，因为你处理烦恼的方式错误，啊，这就是外道的一个最大的盲点。所以你不留心教典呢，
你最后的后果虽然勇猛精进了，决定变成天魔外道，因为你没有佛陀的善巧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外道的心中没有道法呢，虽然有发心，但是最后的后果却是堕落。那么反观佛弟子，那么藕益大师举用年纪最大的修行者，就是协尊者，他本来是在外道修学，他80岁才出家。那么以80岁的高龄，他能够坐观三藏，夜习禅师啊，那有几？他白天研究教理，掌握修行的道次第，晚上修习止观，实际的去操作，所以解行并重，最后成就的即就是大成就，成就了大阿罗汉。协尊者对佛教的一个贡献啊，除了他自己成就阿罗汉以外，有一个地方我们值得说明。协尊者是在佛陀灭度600年出世，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外道叫马明菩萨，就是后来的马明菩萨，对大乘佛教有很大贡献的。马明菩萨那个时候非常聪明啊，他立了一个宗旨啊，结果跟佛弟子变了，佛弟子这些啊跟他变了，没有一个人变赢他。马明菩萨就说啊，如果佛弟子当中不能把我立论给解破，从今以后佛门的弟子不准打前锤。那这个就很严重了，一个僧团啊，他的作息完全靠这个打板来运作啊，什么时候集合，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听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协尊者就出来了，就跟他辩论，结果就把马明菩萨给打败了。那么古代的你只要打败了，那你就后来就跟马明菩萨就皈依佛法了。马明菩萨皈依佛法以后啊，那对整个佛教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看看佛教史，可以说整个大乘佛教的兴盛啊，马明菩萨功不可没啊。那么协尊者意思就是说呢，他虽然八十岁的高龄，他尚且解行并重都能够成就，那么外道尽一生的修行，结果变成魔道。那么就是说，方法就很重要了啊。我们的内心是很复杂的，不是很单纯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本性清净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在三界流转了，我们每一生的生命的经验都留下痕迹了，都或多或少。所以我们的心在无量的生死经验当中呢，留下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妄想，非常复杂。你如果没有佛陀的教法引导，你不可能离出一个头绪的。就像楞严经上说的，我们内心当中打了很多的结。那么外道呢，他这个解开结的方法呢，他就把这个绳子往两边拉扯，结果这个结 越打越深。不修行还好，修行啊，在妄想中增加一个妄想，妄中加妄，就是外道。凡夫只有一个妄，外道两个妄，多了一个邪见啊。那么佛弟子呢，有佛陀的传承啊，他是到打结啊，这个结啊，你要从结心中去解，不能从两边去拉扯。你看苦恨外道跟冥想外道，就是往两边拉扯，不知善巧啊。这个是这样啊，你如果看楞严经，他楞严经的道理是说啊，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当你知道修行的时候，你的心里已经乱七八糟了，搞得很复杂。那么你如果说一天就练个15分钟的佛啊，什么事都没有，你不看教理好像也没事，因为风平浪静。但是如果你很用功，你的心发得很真切，你心中产生一个强大的正念，而这个正念开始刺激到妄想的时候，那问题就很复杂了。这个楞严经说的真妄交工啊，然后你就面临了50阴魔的考验了。那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水沟很臭啊，一直好几升好几次都没有处理的，你不打开它呢，你什么事也没有。反正你就平常啊，念念15分钟佛，念完佛以后离开佛堂，
该打妄想继续打妄想，那你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就妄想当中多了几个符号，如此而已，你生病没有彻底的改变，所以你也不觉得说读学校教你没什么用，对你真的没有什么用哈。但是如果你真正用功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的内心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状况，你稍微一点不小心你就完了，一念差池全体障，比没有修行还糟糕哦。诸位，你修行失败，从楞严经的角度、比没有修，比那些放逸的人还糟糕、为什么？因为你宁可千年不悟嘛，不可一日琢磨，他没有修行，他起码是一张白纸，他以后还有机会。你产生错误的邪见，糟了，你对正法产生排斥，你变天魔外道，变外道种姓了。一个颠倒的放逸众生，他起码不会排斥正法，所以你要么就不修行，你要修行，我希望你好好的研究这个道路要怎么走啊，不要太高估自己。修行啊，真的是要传承，一知山上路，须问过来人，你不可能拿一个镰刀自己在那边开路的，不可能。这条路佛陀走过了，祖师也走过了，你照着遵循走就好了嘛。你拿一个镰刀自己在那边开路，你开出了路，开到老虎洞去了，是吧？谁都救不了你，真的，一个人琢磨谁都救不了。说实在，啊，这就是外道的悲哀了。他很想做出改变，但是他没有方法，就弄到自己比没有修行更糟糕。求生反罪，这句话是很悲哀的。所以你如果修行错误，你的后遗症更严重。修行错误比没有修行更糟糕，楞严经的确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古人在解释楞严经说，宁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琢磨。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正反两面的引证啊。第一个，引用外道的堕落跟佛弟子的成就，他们两个都很用功的去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呢？这个就是因为他得到佛陀的引导，有些人是自己打妄想啊，这是产生一个成败的差别啊。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第二段呢，导正错误的知见。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啊，你年纪轻体力强，你应该研究教理，如果你年纪大了，就好好念佛得了啊，不要搞那么复杂啊。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岂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其教啊。那么难道佛陀临灭度的时候，他把他清净庄严的传承放在语言文字的这些道法，就好像是世间考功名一样，只是用来考试用的，用来博名利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看我在台湾遇到一个比丘啊，中年出家比丘啊，他不研究教理，他跟我讲他不想研究不看经典，但是他拜佛诵经很认真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教理呢？他说啊，因为我不想做法师。这跟做法师没有关系啊，你要修行你就必须认清道路啊，这个是一种自修，也就是说佛法的道理是来引导你的，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当然你以后有点心得了啊，你跟人家分享那是随缘尽分啊。关键是你没有道法的引导，你怎么去处理你无始劫留下的妄想呢？你怎么下手呢？你怎么知道呢？这关键在这里。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